记错的话，勒夫应该没有西脚打过门吧？嗯，哎呦，没拉，厉害，拉都没拉倒。埃杜啊，詹姆斯这个跑位，哎呦，漂亮，一路过进去，哎、精彩，哎呦。哎呦刚刚说到詹姆斯这个跑位有点像无头苍蝇，哎，埃杜正是利用了詹姆斯这个跑位，关键是没有办法传了，是詹姆斯这个跑位让他没法传，所以索性自己过，精彩，真让他很精。听泰拿队呢是回撤回去比较多，哦，转身，哎呦，漂亮，哦，埃杜都说了左脚厉害，对，这个位置右脚照样打出。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于东亚的后防线来说，会不会是刺激他们今天有信心不失球的一个利好？好的，还是打高球，埃杜有机会打门，漂亮，球进了。这个球埃杜打得太漂亮了，又是一脚世界波，还是这种高球争下来之后的直接打门啊！打东亚就是要打高球，一点都没错。阿多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又是埃杜啊！哇，这个球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扑对了方向。对于江波来说，扑对方的点球能扑对方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埃杜这边又来了。加速突破过人危险了，哎呀，这个禁区内绿城队的这个防守啊差到了极点，特里夫诺维奇吧。比赛开场了三分钟，倒是没有客对客场的意思，但是这个处理球是非常糟糕的。嗯，是埃杜给詹姆斯，詹姆斯回做球进。比赛只进行了3分13秒，这就是武汉的后防线固有的问题。嗯，詹姆斯在这个前场翻江倒海，埃杜好了，埃杜，哎呦漂亮，埃杜任意球，哇，打在了门框上，这道任意球。我们打眼一瞧，感觉这个弧线是不是太高了？